您现在收看的是麦块假新闻电视台，我是你们的主播吴秋风。不知道前几天大家有没有看秋风拍的铁针压烂海龟蛋的影片？先不要叫动保，先不要。那些压烂的海龟蛋是我自己放出来，从创造模式自己拿出来喂受精卵。难不成你吃鸡蛋也要叫动保？对不对？那些没有受精的卵孵不出海龟，即便用铁针砸下去了也不会生海龟。我告诉大家，如果在野生环境下你拿海草去让海龟们交配生出的海龟蛋，再拿铁针砸下去，有1/8的几率生出小海龟，而且那个海龟长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点像是早产儿，你强迫它生出来，所以有1/8才生得出来。不过那个小海龟就永远长不大，永远就是小海龟了啦。那个我们去不相信实地测给大家看，秋风终于找到2只野生的海龟了。其实不一定要野生的海龟啊，我用海龟蛋丢出2个海龟，再让他们好好的去交配，不就结束了吗？我干嘛这么辛苦？是不是？你们生海龟蛋了没有啦？好像在生哦。哦，在剥沙了，那个因为有1/8的几率不会生出来哦，只有2只，我觉得那个不太放心。我再放2只，再让这2只去交配。哦，你们多生一点，还有，不要问我说海草为什么不会减少的，因为我现在在创造模式。生出海龟蛋了，目前2个，我在这边放了8只海龟啦，然后生出了2重海龟蛋，现在就来砸蛋，一窝就4个，其实蛮多的我来砸，好不好？砸我的海龟蛋，会咻，没事，没生出来，再来，会咻，连爆2个，应该是东西在上面，所以它爆掉了，可是。还是没生出海龟，只剩2颗了。哎呦，也没有。龟妈妈来阻止我砸海龟蛋了。看来我只能先去砸其他的。这个有乌龟在保护了，那边的龟妈妈很保护它的蛋，我们就来其他地方压好不好？压烂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没生，最后2窟了啦。等一下龟妈妈走了，等一下还可以继续压。最后2窟了啦，继续压。也没有，怎么会这样嘞？1/8这样子讲的好像我在骗大家，说什么会生小海龟都是骗人的，没生。太阳都要日落了，拜托你生好不好？真的不生不生它就是不生，拜托你生出小海龟啦！观众都说秋风你在骗嘛，怎么可能生出小海龟？真的可以啦，各位，哇，我怎么那么衰啊？1/8不要这样嘛，好不好？1/8有几率压爆，压爆之后有1/8的几率生出小海龟。有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小海龟生出来了！我就跟大家讲，是真的。秋风真的压出了小海龟，顽强的生命，恭喜你！我等你吃海草，吃。我不得不说，这种压出小海龟的几率也蛮低的。铁针就不一定会压爆海龟蛋了。那压爆海龟蛋的同时，还要有1/8才能生出小海龟，真的不容易耶！大家有空可以试着回去。压看看，用铁针压海龟蛋，又生出来了，这次又生出来了，秋风出运喽，连续中1/8，那就是64/1了，终于出运了啊！海龟证实真的压得出小海龟，只要它是有真正交配生出来的卵，就可以生出小海龟了。我们。今天的假新闻电视台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哇，压海龟好不好？真的，如果遇到海龟蛋，你不要拿铁针去压它，可
能不是罚个钱就没事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